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海洋航行者号》第二集，下面来到甲板上面哦。哇，看这个基隆港，哇，这个波光粼粼呀！哇塞，哇塞，让我们看一下设施哦，还有跑道可以跑步哎。哇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露天晒太日光浴场。泳池，看起来非常不错哦。好，这甲板就是这样。简单的来说，它的船长非常的长，好像是印象中没错是三百，船长应该三百多公尺吧，不确定。这边还有露天电影院，现正播放《侏罗纪世界》。OK， 好，第二集就到这边为止了。敬请期待第三集。